姐，多谢你愿意对妈妈等啊。妈，咱讲好的代志，做奶奶报效你啊。我一定会。你无看唔到，爱家回来啊。妈拢亲身来接我，我若是无回来，我是不是小君没代志啊？妈，多谢。是妈妈想过好多，才害恁两个哦受这尼啊济苦。妈，我跟瑞德哦，从来都唔爱怨叹你，唔爱怪你。想要活落去，这本来就是真正常的代志啊。而且，你又对阿公的病，伊这尼啊放袂落。我哪会当理解？阿姐，多谢你。可是讲妈想要说好你，你想要等来？你敢准备好明仔面对新娘阿婆啊？先坐啦，别讲我脚咧疼，行紧。啊！你是脚安怎？是受伤哦？啊！伊家己神经质啊，就是讲哦，上一届直播，全世界人拢认得伊，连去买一物件咧，唔夹夹啊，走路拢无咧看路的。想不到安琪还佫会心虚，佫会惊歹势哦。杜青云那遐尔紧，就去甲何阿姐接倒来，接倒来又佫安怎？啊，毋是同款，爱看巴肚内底囡仔会袂起。看到我当然就意外是无？还是你认为我因为这件代志，就气到跟我离婚？你莫安尼想啊！我本嘛要去找你，想要求你原谅啊！你不是讲这件代志拢是卢医师的唔对，你嘛是受害者？啊！是你要我原谅你，是你明明知囡仔爸爸是谁，说我无所谓啦。若是安尼哦，在场所有人你拢有亏欠，你应该求大家原谅你。阿姐，我知影你搁在气我。哈，唔免讲好听话。你讲你想要来找我，要唔你一边拢无来呢？我人明明都拢伫我后头厝。阿姐，你会用得回来，大家做伙团圆，你当然嘛是上好个啊。阿姐是答应回来无唔对，不过有条件。妈，什么条件？啊，你不是故意离开我吧？我袂离开你，我永远拢袂离开你。我哪有可能？因为我家己想要活嘞，就拆散恁这对这尼啊相爱的阿母啊！我若真正安尼做哦，恁阿公袂原谅我，我家己哦，咪怨恨我家己。妈，爱家有答应我啦，也接受你巴肚来这个囡仔。因为哦，不管咱怎讲。你巴肚来这个囡仔，拢是瑞德的贵肉。到时阵囡仔生落来，你就交予瑞德甲爱家来请用。用什么啊？我无爱。你会当记住啦，不过你爱怎样？这世界上无永远的秘密。你真正认为卢医师这么值得信任吗？还是你打算要摕偌济钱出来买收医？我无，卢医师绝对袂讲出去。伊若是把这件代志讲出去，医生拢免做啊。是啊，你知影这件代志有偌严重。假使有人听过把这件代志讲出去，还是无顺利传出去，这是影响着正身医院未来经营的，真有可能哦，病医甲杜家的名声就安尼败了了啊。
这个丑闻是传到晋人知，你敢知影？受伤啊，上大是谁？是你巴肚内底的囡仔。刚讲你一点仔拢不要紧。我接受这囡仔是因为阿母在亲像，妈所讲安尼，囡仔爸母爱是我，我爱家。我无意见。恁大家拢要安尼逼我得着啊？这边哪是阮在逼你？你不是常常讲有讲，只要当叫妈，就算借你好处，你嘛愿意？还是讲你的好心是有条件？这件代志，我看瑞德是上界无辜的啦。阮总有资格向你讨一个保证。还是讲，你希望咱大家继续安尼吵吵闹闹，每一个人的关系不敢乱吵吵？我无。唯一两条路，你选对了。头一条就是放弃这个囡仔。我有看过。我无可能去牺牲我两个后生的幸福。第二，就是这个囡仔生落来，也毋过伊的老爸老母干那会当是瑞德佮爱家。我答应你就是啊，奶奶，我用等你朋友好。等一下，我拢答应你啊。你到底搁想要安怎啊？这是放弃囡仔的切结书，请你在顶面签名。何海佳，我拢用清水答应了，啥子要签这切结书啊？因为我唔相信你啊。你早有一些写还蛮好啦，卡片以后你搁底下乱。我也是无意见。自头到尾，拢无人想要设计你，还是欺负你。但是今仔日走到这个地步，拢是迄个算盘掉唔掉？恁在场的每一个人，拢想要把我利用完就淡掉是无？免少想，一张切结书是用证明啥？这囡仔的亲生妈妈同款是我，我是赢的。安尼你无赢吗？应该是我问你。安尼你有反应啦吼？我唔管你即摆心内阁有啥物打算，想好到这为止就好。妈，你话出去几工啊？我互你去房间休困啊。